好，首先欢迎放推兄弟 Part Two， 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虽然他们其貌不是、都是非常帅的帅哥哈、好，放推兄弟呢，为什么是 Part Two 呢？因为他们已经有二代店出来了哈、一代是什么情况？一代是在我们那个二年级的那个成果发表，然后就是我们有出来表演过一次，但是就是不是上面这些人，就是我跟他，然后、只有你们两个，对，再加上被那个退学的跟休学的，对，啊，这个是成绩比较好的加入你们，对，相信会激荡一些不一样的火花。好，时间交给你们，放推兄弟 Part Two。哎，大家好。啊？打到底，对。那个，我们接下来要带来四首很有文化的表演，因为这是一个文化活动，所以请大家那个跟我们一起进入一个文化的世界。谢谢大家。第一首歌《浪漫西港》一。一天天上的石子走向浪漫西港市，甲造反甲相比，等我明仔去处理热情的城市，努力的庙场，甲所有心事放袂记，享受着自由欢喜的笑语，来吃到顶真欢喜，浪漫的西港市，才有我甲你，平凡的生活嘛过甲真舒适，来吃到顶真欢喜，浪漫的西港市，才有我甲你。在在的过日子 ，Welcome to the 西港 City。白云伴蓝天，努力的桥墩，日头落山的海边。海水做一个脚踏实地的来宾 ，Welcome， 浪漫的西港市，才有我甲你，平凡的生活嘛过甲真舒适，来这斗阵真欢喜，浪漫的西港市，才有我。Welcome to the 西港 City。这首《浪漫西港》一，好，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是元德，就是这次的主唱，然后，这是我们的木箱鼓手洪凯，对，有为青年，
好啊，这个是我们那个最帅的佑成，对，那个长得又帅，然后又第一名，对啊，长得又帅，毕业第一名，可只可惜晚一点毕业而已。好，那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哎，我是凯宏，希望大家今天有个愉快的夜晚，浪漫的夜晚，舒服的夜晚，谢谢大家参加这样非常富有文化的表演，因为我们叫做什么？文化底蕴啊，底蕴好啊。底蕴就代表什么？这个地方有东西啊，这地方有东西，有什么？有我们的文化，所以叫什么？文化啊，底蕴啊，赞的、啊。好了，大家现在场子有点冷，大家拍个手好不好？耶、yeah 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下一首我们要唱什么呢？下一首是我们的《拱囝》，对，这首你介绍一下。我们其实我们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个有点阿里不打了，但是我们的歌都是很有温度。这首歌在讲一个离乡背景的游子啊，那个突破重重障碍之后回到故乡，发现台北还是比较好的地方。这故事没有啦，西港好，西港好，我们最喜欢西港了。对，西港，西港，西港啊，我们喜欢你啊！谢谢大家，我囝。问你讲是啥人，轻轻啊看，百年的故事，直直讲袂煞。白色的那花，飞过千年转。输迄个小姐，今嘛已经做人阿妈。
西港很好，西港是很棒的地方，他们有蚵嗲虾仁、牛肉汤跟芝麻糖，他们是一个有好久好久故事的一个城镇，很棒很棒。这个地方非常的好，里面的里长亲切礼明，每一个都非常的虔诚，在他们的庙宇活动尽心尽力的参与。所以我们下一首歌要唱什么？西港爱情故事。对啊，我们谈要谈恋爱啊，人也要谈恋爱。他是一首要谈恋爱比较悲壮的情歌。老师，麻烦我们关个灯，比较有气氛，谢谢。但是的落天，想起你的香水里，中山路的车后边，有真甜的记忆。一双白面丝，飞过大庙顶，一小撮。了后也是找无你，就你一关飘撇的人，无我。百年文化的西港跟我们的五条港，这个地方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。主办单位是一个非常认真尽责又有活力的主办单位，谢谢我们南台科技大学跟 USR 共创计划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好好，好活动啊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每天都要办，每年都要办。非常荣幸今天来表演这个啊，希望下次还有我们的份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下一首是我最爱的歌，什么歌啊？塞车，回去塞港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这首歌吗？这首歌是在，对，我们其实刚我们大家听到这些歌是一个系列的故事，就是在写一个地方的那个起承转合。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河的地方，
因为每个人离开久了，终究是要回到我们温馨又温暖的家，也就是我们有百年文化鹅爹虾仁牛肉汤跟芝麻糖的西港。西港这是个很好的地方，所以大家都要回去。下一首歌《开车回西港》，塞车等一塞杠，谢谢大家。西江，一马轻放白雾的云。